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妹妹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做开箱影片，很久没有开箱了，好兴奋哦！今天我们要来开箱的呢，就是这三款，听说是跟那个韩国的那个有的 fight， 韩国的那个 double 的泡面有的 fight。由于时间的关系呢，面我是已经泡好了的啦。现在跟它开一下，好久没有开箱哦，我都有点开始想念人了。它每一包都有自己的酱，但是都会有这个辣油哎。哦，大家等我一下啊。这个是什么啊？这个是 ayam， 这个是 ayam bakar， 看到吗 ？ayam bakar， 对，是这包青色的。感觉真的好像很辣哎，但是我是麻辣天后来的嘛，我不可以恐惧，我一定要勇于面对。好，接下来这个是这个。seafood 的这个 seafood， OK， 我觉得它这个黑酱油跟那个辣油每一包我觉得应该都是一样的啦。好，接下来就是这个冬陰，如果有看我之前的开箱影片的话呢，都知道其实这三碗泡面对于我来说其实不算什么，因为我开箱的那个时候是比这三碗泡面还要更多。好嘞，搅拌 ，still， 搅拌。我觉得我们泡这个泡面哦，还是要有一点点煮面水在里面呐。不然等一下它不会没有这么 stale， 它
会这么容易搅拌，每一款都跟它拌一拌好吗？我觉得冬阴这个应该是会比较厉害耶。他既然能够跟那个，听说啦，他是能够跟那个韩国的那个辣面 fight 的。好累哦，搅拌那个面，搅拌到我。手要废了啦，哎呦。好，我觉得ayam baka 应该没有这么 strong， 我先吃 ayam baka。 跟一般普通的那种 Maggi goreng 有什么分别的话，还是有点咖喱味的。哦，感觉来了，它真的是可以跟 Sam Yang 系列的泡面 fight 耶。它是可以跟 Sam Yang 系列的泡面 fight。我觉得这个 ayam baka 的 pedas gil 的这个泡面，它辣的度数我觉得可以给到七分。真的是可以，真的是可以跟 Sam Yang 系列的泡面 fine。 接下来要吃的这个是 seafood 下面 seafood barabi， 这个看起来好像又很辣。它这个味道，辣的味道没这么强烈，但是还是辣，但是它那个味道没有这么强烈，味道这个比较淡，反而这个比它这个比之前那个 ayam 还要淡。这个 seafood 我觉得它这个我也是给七分的，因为我觉得除了那个重口味那个之外，没有什么分别。然后最后一个是这个冬阴的很好吃，哇，好冬阴哦。它除了辣之外，它真的很冬阴。我觉得可以耶，这个我推耶，我力推，这真的不错。哇，这个我要吃完耶。好吃。
还有冬阴的酸，冬阴的香，跟冬阴的辣，这是真的很辣哦。对，这个冬阴，这个呢，我给它真的是可以推耶，我给它九分哎。给他九分，不过他真的是可以跟 Sam Yang 系列的那个拉面来 fight。 好，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，喜欢的朋友呢请分享订阅和按赞。那么呢想要知道妹妹更多的资讯呢，就要开启铃铛哦。好，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吧，拜拜。哎，这个必须站一站起来哦。